大家好，我是查米，今天是2020年8月23号周日，现在是下午的6:16，室外的温度是-24°，天气是晴天。我们来到了这个白富的这个高地上面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去卢嫩堡，一个哈利法克斯，离哈利法克斯100公里的一个小镇，所拍摄的一些视频。